绘本故事，妈妈，猜猜看。妈妈，刚才有人找我玩呢，他说天气真好呀，咱们一起玩吧。你知道是谁吗？猜猜看吧，会是谁呢？我知道了，是梅子最喜欢的小兔兔玩偶吧。小兔兔来找你玩捉迷藏的吧。不对不对，是圆圆的红红的东西。圆圆的红红的东西，我想到了，是瓢虫吧。瓢虫来找你玩弹弹珠吧。就差一点，再大一点点，圆圆的红红的东西，再大一点的东西，会是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是苹果吧。小苹果来找你玩跳绳呢吧。还是不对，它好漂亮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圆圆的，红红的，漂亮的，会是什么呢？是花吗？是大丽菊花吗？大丽菊花来找你玩过家家呢吧。不对，不对，是更大更大的，更大的。是那个吗？是帽子，梅子的红帽子找你玩接球游戏呢吧。猜的还是不对哦，从天上来的，找我一起玩的，圆圆的红红的东西，从天上来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是红气球。红气球说，梅子，咱们来玩躲猫猫吧。妈妈真是的，怎么还不明白呀？圆圆的红红的东西呀，我知道了，是太阳。猜对了，太阳公公说，梅子，咱们一起玩吧。我要去和太阳公公赛跑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